今天真的是 special day， 我们今天按照合法的时间规定，这是我们今天得到的第一只 stone crab 的，它的钳子你看有多大，这个是 stone crab 的钳子，哇，终于今天我们得着了第一只，感谢主。以前得着的是因为还不合法，我们全部把它放出去了，现在让我老公把它Hot, too hot. 然后今天我又得着了一个，哈，好 special， 这都是今天得着的，哇，我跟他一起蒸呢，我待会要吃了它，虽然不是很大，但是它是跟我很奇妙，因为我们是用一个网子来网这些螃蟹，居然会把它给网进来，这不是很奇妙吗？对吧？哎呀，太有趣了，今天很经典呢、啊。所以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吃的螃蟹，清蒸螃蟹。这是我终于把它的肉给扒出来的，哇，看上去很不错。我先尝一口，然后告诉你是什么滋味。嗯，哇，哇个盖，它的肉质哈、哦、更加的筋道，很有咬劲，哇，怪不得它这么昂贵的东西，哇，真的很好吃。看，很大一只下来了，哇，它的壳哦，哇，真的很厚，而我们的蓝螃蟹它很容易撬开，这个哇很厚。但是它的肉质太筋道了，我不舍得吃，我想把这一口留给我的老公吃。哎 ，OK， 嗯，泡面好不好？嗯 ，very sweet。Be careful。Very sweet。嗯。Very very sweet。Yeah. Mm, very delicious. Yeah, I want more of those. Yeah, I want more too. Okay.